校，宜兰县最北的一所学校，大仁国小。这里是一些行政的，像办公室。好可爱的彩虹走道哦！这可以跑。这有一圈不到100公尺的这个操场，超特别的。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，全校只有46个学生。然后刚刚讲话是建筑人。海边国小的学生就已经会浮潜了，好辛苦哦！还有踩高跷的课程。校徽用铝网跟纸浆做的。龟山岛的山，现在在高处不是很的地方，有这么高。地图。好，这是校舍。